冷的要哎。喂，为什么要洗澡？没有声啊，有了，哎呀，舒服了啊。为什么要洗澡啊？我们这好冷啊，不要洗了吧，不要洗了吧哈，回家啦。Let's go. Let's go. 欢迎大家回家，请叫我老母。我卖货了还卖啥货呢？谢谢。哇，今天是什么节日啊？都送这个。谢谢焦火哥，感谢布哥，还有好听星辰 JYG。刚开播啊！吃完饭了，所以马上就要开播啦。怎么总觉得不够亮啊？哪里的灯不够亮啊？回娘家？什么回娘家？你们回娘家了？来，谢谢站站，谢谢大家送出的南瓜精灵，感谢。晚上好，昨天休息老么个鬼。那总得为嗓子着想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感谢我泰哥，我感觉今天有点难上十万人了，家人们，十万人不知道能不能上了啊。用手机播纯粹就是想要你们怀念一下一年多前的唐毅啊。谢谢大家送出的那个糖果派对，感谢伊娃，纯粹让我们想念一下一年前的唐毅是什么样子，怀念怀念好不好。来一首歌，把我紧紧地抱入一种心之中，一起看大海看星空，帮我重新平息破碎的梦。点点赞来，一起来努力冲一下十万人啊！今天下午播完可能十万人就费劲了哦，家人们，一起冲一冲。泛黄的心上，等真的笔记不怎么生，含着泪读啊纸上的内容，谢谢你曾带给我的感动。你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，有太多的话哽住喉咙，提起笔心情又变得沉重，原谅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的旅程。She got
三一起往上走一走。声音正常吗，家人们？声音正常吗？啊，来正常吧啊！冲啊！没注意被镜子加入怎么办？镜子加入什么？跳一个动感光波，动感光波怎么跳的？动感光波，等我们排好了是吧？好不好？来，再来一首歌，我们来一起冲一冲十万人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目标就是能上十万人就行了，好不好？上十万人我是知足嘞。谢谢你们送出的南瓜精灵，感谢。开零食群了，零食群，我们已经今天拿到第一名了，不用打人气票了，家人们。感谢湖南泼茶啊，今天不用上人气票，我们今天八点到九点咱们就，因为今天下午大家已经把我拿到第一名了，真的一不注意就把我拿到了，真的是啊，你们怎么这么棒，我都全程没有喊过人气票呢啊，没喊过人气票。秒针来，虽然有点想吐了，但是还是要唱秒针啊，没办法家人们啊，来一首秒针送给你们。假应这共振，雨一夜深深，天那边远真，别做梦不发生，无处能预防，逃梦长生如笨钟，我两手空空。哦哦，深深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，一夜深深甜蜜的秒针，别做梦崩发生，哦痴迷如笨，托梦长生如笨钟，我两手空空，擦肩之中惊醒于冷波，感叹时刻不过是场梦，身消山顶生根塔坡哟，心中受伤惊已泛红，光阴匆匆漂泊漫长路，想你爱的他已不可爱慕，北风吹散我的拥抱，事态错怪为谁能轻易诺，知道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吗？因为我每次唱这首歌他就给我让我上人气，双击屏幕来点这里啊，一起点有双倍，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，才100万啊。随风吹走了对望多一秒，往夜的真心你的爱释放了，高唱我歌全望后人群中跳舞，雨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，雨一夜深深甜蜜的秒针，别做梦不发生，无处能预报，雨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，雨一夜深深甜蜜的秒针，熄灭这场街灯，无惧冷与风，头梦长生如笨拙，我两手空空。哦哦，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来每天都必唱的秒针啊，今天怎么我们忘记了猴哥，哎呀这个还是很凉啊，今天猴哥啊今天还是超凉啊，十万人都上不去了啊，真的、哎、下午带了一个下午的货啊，其实本来我想不做人气的，怎么办，一开播了我就要看这个人气，你说怎么办家人们啊，这十万人上不了啊，太费劲了，十万人上不了啊。对啊，这里有好多文呢、啊、怎么了，有什么意见吗？你看都是文。你看都是文。
我又没有熨斗怎么办？眼睛大的人就是有这种问题，你知道吗？眼睛不像你，眼睛小就没有这种问题啊，对吧？眼睛大的人呢，就是很多问题啊，又黑眼圈啦，又这个什么那眼角纹啦啥的，嗯。唱到十万太难了，我也不想唱到十万人了，我想聊天聊到十万人，有机会吗，家人们？有机会吗？啊，猴哥，我今天有这么丑吗？啊，猴哥啊，没开美颜是不是啊，猴哥啊？咋今天这么丑呢？好看啊？那他们是什么眼光呢？说我丑啊？说我沧桑啊？我哪有沧桑呢？看看自己的年纪啊，再看看这个脸，我已经很知足了，好吧？谢谢陈哥。耳朵好痒，这个耳机搞得好痒。来吧，家人们，谢谢随心所欲续的会员，现在湖南泼茶啊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来。我跟你说，听我唱歌是真的，大家听够了，听得够够的了。因为唱歌的话，大家都听了三年了，已经听得够够的了啊，没有什么新内容吸引不到他们啊，是不是？我想一下有什么新内容可以吸引到你们啊？来个新节目啊！谢谢大家送出了灯牌。双击屏幕把赞再来点到500万来，只能请猴哥还有肥肥来唱歌了，我感觉上不了十万人了，你们俩不出来我就上不了十万人了，知道不？看不够，看不够吗？菲菲来吧，来菲菲来唱首歌来，我们两个唱首歌，跳个小野猫，行吗？菲菲今天没化妆，你怎么来的？你是，但是菲菲最近瘦了好多啊，真的瘦了好多啊。PK 呀、啊，就 PK 呀、啊，不能。你们现在不要让我连别人好不好？我先做人妻了，你们真的是不要带节奏。不知道我开播不连人吗？老子那说谁等我谁连我，我等一下行不行啊？哎呀，我真的是。来，别刷屏了啊！来。我们来唱一个。你戴上耳机了？你想跟我来合唱吗？你不想跟我合唱？想跟我合唱吗？啊？什么？我应该是想还是不想？我不知道你想唱什么歌。不知道。那你来，你戴戴耳机干嘛？我实在没人骂，今天你在被我骂的，我跟你说啊，知道不？啊？猴哥一起来承受，猴哥不行，就是你承受，就你承受。感谢潮人哥，感谢。不打 PK 这么早，真的，一开播就打 PK， 搞得我这是 PK 主播一样，我真的是。我是才艺主播啊，你天天都 PK PK。啊，我关美颜有人能唱十万人是吗？那我愿意。是要十万人，你要我干啥行？来。要不然我们表演一个打肥肥好不好？能不能上十万？就是猛扇巴掌那种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。照几万的打，照几万打能上多少人？我觉得正常的唱歌已经大家不想看了，你知道吗？只能打你了，肥肥，我只能打你了。啊，只能打你了，来。来你说话，肥肥。喂，就属于是只能来点花活了，整活了，来点花活好不好？让肥肥来给我们来点发活。发佛是什么？就是发福了啊，发福了。不打 PK， 不打 PK， 现在20给我拎出来。干嘛？
把二零给我拎出来，来打他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手度情。你来唱，会唱吗？会唱。有请二零上场来。怎么？等一下，你笑什么？我真的哈哈哈你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有点没找到调，因为我第一次唱这个歌。要不要这样啊？我唱男生，你唱女生，行不行？你会唱吗？你童年勇敢一把，勇敢勇敢我的朋友。来，我跟贾二零来一首这个。这个什么歌？来一首那个《渡情》啊，好吧，我真的哈哈哈哈哈哈。非常好，来，我们两个人气上到80000人，往上继续冲一冲，我们分享直播间走一波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今天菲菲没化妆，我跟你说，化了妆的话，我跟你说。他美出天际，你知道吗？化了妆美出天际，今天没化妆，穿得很普通，因为本来什么穿得普通啊？这是我们，就是没有那种，你要知道，跟你平时比起来，你平时都是穿那种低胸的，好吗？没有啊，平时都穿低胸的那种那种不能上镜的那种衣服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来，今天你看他的酒窝，看他酒，你笑笑笑。这酒窝真的好深啊，我量的酒却酒不追不过你的酒窝，真的是。来，我们来一首渡情来送给大家啊，我只能靠肥肥来给我上到100000人了啊，能不能上到100000人，肥肥就看你了。怎么说声音都没给你打开，不好意思。多少有点不太习惯的加两个人播。来门跑光，什么跑光了，不要指挥我啊，不要指挥我，怎么开心怎么播，我在这里本来就是乱播。来一首渡情松。这个礼物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，谢谢大家送出了南瓜，感谢。我做男生，你做女生啊，跟我温柔一点，能多温柔多温柔啊，来准备了啊。西湖美景三月天呢，春雨如酒柳如烟呢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手难牵，是年少的共春游，伴你修得功成名。若是前那年那有造化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若是前那年那有造化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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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来第二段，你来准备好，现在才开始上唱啊！来准备好，我如果唱跑掉了，不要打我。9.2万人来冲100000人，我们分享直播间记得走一波。现在8:25了，我们人气票也可以送一送啦。又来送人气票了，是不是来？北京三月天呢，西湖美景。三月天嘞，春雨如酒柳如烟嘞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手两牵，是吗？是年修得功成多，百年修得功成。唱男的吧。若是前有年也有造化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若是前呀年呀有造化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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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啦啦啦啦啦啦，带跑偏了，我的天哪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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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是不是很羡慕我？是不是很羡慕我？来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来，十万人了！谢谢大家给面子，谢谢大家给面子，谢谢大家赏脸。来，告诉我这是谁？这是谁送的这么漂亮的难关灯啊？浩瀚宇宙，感谢感谢感谢！来，十万人了，来，家人们继续来。我们来继续来一首好不好？来一首对唱的歌，你会唱什么歌？你告诉我。我跟我啊，不好意思，把你都关的了、啊。我跟王导唱过那个什么，全是爱啊。对，全是爱，是不是、嗯？我唱男生，你唱女生。好，来，我唯一能唱准调就是那个了。来来来，全是爱啊！好吧，来来，全是爱，全是爱，来，别掉下那，我们好，我也得打十万人，你这太难了。不想听我唱全是爱吗？别这样。全是爱，来，我唱这个歌不跑调，真的不跑调。那个肥肥在前面跳小野猫，有没有想看？我四肢不是很协调。不是，就是要看不协调。就是要看不协调，是吧？谢谢窗寒千秋雪，来，有请肥肥。我这个歌真的不跑调。昨天去哪了？我昨天在家呀，你没有看见我吗？所以你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，所以你才会看不见我。你隐身了吗？你当我是瞎了吗？我就坐在沙发上。没有，我就在沙发上。我看见你从厕所回房间，都从房间回厕所。如果你不爱我，就把我的心还我。我等爱偷走青春，我还留下了什么？留下什么？如果你还爱我，就什么话都别说，就跟我一路狂奔，就不要想太多。痴情不是罪过，忘情不是洒脱，为你想的撕心裂肺有什么结果？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，都把爱情想得太美，现实太诱惑，都怪我太帅。到底为什么让我更难过，这样爱你除了流泪还能怎么做？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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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回来就算了，你还骗我，你这个人真的是。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什么？总要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如果你不爱我，我不爱你了，就把我的心还我。不行，爱换走青春，我还留下了什么？有钱呢。如果你还爱我，就什么话都别说，就跟我一路狂奔，就不要想太多。痴情不是罪过，忘情不是洒脱，为你想的撕心裂肺有什么结果？到底为什么都是你的错？我的错了。都把爱情想得太美，现实太诱惑。到底为什么让你更难过？这样爱你除了安慰还能怎么做？寂寞寂寞是谁的错？让你一个晚上不仅仅渴望得到一个承诺，我害怕欺骗，也害怕寂寞，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。爱情不是随便行了，好了，别拉我，不要再说了。有什么样的人，就有什么样的爱，用什么样的爱还来什么样的债。我知道你的心里有点想不开，我的心里满满的都是爱。你回头看看我，不要再沉默。你到底是追求个什么结果？朝三暮四啊，脚踏几只船？没有，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？都把爱情想得太短，现实太诱惑。到底为什么让我更难过？这样熬你出来流泪，我还能怎么做？你为什么都是我的？都把爱情想得太美，现实太诱惑。到底为什么让你更难过？这样爱你除了流泪还能怎么做？你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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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
你走吧，我不想看到你了。你走啊，你还在这干嘛啊？听我解释最后一句。我不想听啊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分手呗。啊啊什么啊啊啊！这么直接吗？走走走走走！我不想看到你了，你这朝三暮四的人。我自由了。你先把辞职报告拿过来看看能不能我批不批啊？还自由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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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是不是、啊、自由了啊？是吧？啊！真的是来点点他的关注，点点这位二零的关注，他那个啥，他那个在榜两百以后你找不到他，天天喊人气票的就是他，你知道不？人气票就是他，所以大家人气票继续往上送一送啦，我们时间剩的不多啦，来接下来是跳舞来，跳舞来，要不要跳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打 PK， 我不打 PK， 九点以后啊，好不好？我九点以后再说吧。现在我们先做一下节目内容，现在打完 PK， 我后面内容不要做了啊。来，来，家人们，哇，猴哥来，猴哥，哎呀，你这声音好大，我的天哪，你这声音大的真的是震耳欲聋的，你这声音啊，猴哥跳来。像小爱的声音，肥肥声音很好听，比我的好听，反正啊，我知道。夹出来了，家人们。反正吼，肥肥的声音比我的好听。小野猫要不要来，家人们？小野猫，肥肥来跳，我跟猴哥来唱啊，好不好？那我唱吧，要不、啊？不行，你就要跳。我四肢不协调。你就要跳，我就要看肥肥跳。你们想不看肥肥跳？想不想？想不想？我跟你说，肥肥，你要做带他，肥肥马上要被我培养成吃货带货主播啊！你不放下来这个那个念想念头，你放不下来，你就做不了主播。我跟你说啊，肥肥啊，我要把肥肥那个、培养成吃货主播、啊。想看来，肥肥。要要要！来，我先让一下，猴哥唱，肥肥跳啊，好不好？猴哥出马唱，就想看四肢不协调的人跳舞啊！但是说不定他能给你们惊喜哦，他可能故意这样说的啊，应该是给不了了。然后一出来惊艳你们，你是不是要换衣服？不要换衣服了，真的，你让你换了衣服太性感了，直接把我的封号了，真的。啊，你真的换衣服去了？不要换了！不要换了！不要把我不要把我那个比基尼拿出来，真的是啊，比基尼不，你穿不了那个衣服，等一下撑爆了，这样不行的。那个比基尼你真的不适合，不要穿，好不好？我可以。你要穿比基尼啊？啊，真的？那怎么办？他要穿比基尼啊，但是如果我穿了的话，出来可能就我就封号了。快点换了，想不想看？不要穿比基尼，快点包起来。好吧，好吧，真的是算了吧。不是我不想的，大家是老板不让我穿。来，猴哥到前面来，我们来一首《小野猫》送给大家，好吧？没有，我们在后面，让菲菲在前面跳。人气票，我在前面跳。票，我在前面跳。人气票，我们已经第一名了，今天。不要了，不要喊人气票了，还打什么人气票？今天已经打了个第一名。今天我们下午已经打了第一名，还要打什么人气票？不要送人气票，家人们。轻松一点，晚上就轻松局，轻松玩娱乐局。然后明天呢，我们八点钟再送啊，好吧？现在潮人哥今天都省下来，不要送了啊，好不好？咱们在家做娱乐的，就是跟大家玩，就是玩，没有压力的啊，好不好？小刚几点钟下播？一直在问我。我知道生日，但是他几点钟下播呢？因为我现在连完他，我这后面我不知道，我每次你知道吗，家人们，我每次连完麦以后，我后面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内容，后继无力了，我只能连麦，不停的连麦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连麦，我就想晚一点连，被迫连麦。你们问一下小刚几点钟下播啊，好不好？几点下播我就几点连他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播啊！就在我们犹豫的这一秒钟，他就下播了。八点多就下播了，几点钟播的？啊，几点下播的？上播的？这么快啊？就不能再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吗？真的是，真的是，他刚下播啊，太着急了。送蛋糕给老板吃行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样，等一下我联系他啊，好不好？行了，等一下，那先让他来跳，让小刚来跳来。Are you ready, baby? 咦，等一下。9.5万人马上到10万人了，家人们来，想不想看肥肥跳小野猫？想不想看啊？马上到下播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会联系他的啊啊！等一下我会联系他的，小刚，来，家人们，咱们9.8万人来10万人上一上，
还有2000人，往上冲一下。你们发现没有，就是当我一直在做直播内容的时候，他人气是不会掉的，但是你连完麦以后他就再也涨不去了。当你一直在做直播内容的时候，你整个人都是发光的。对，我是发光的，我 P 完 K 以后我人气是就呆滞了，我没有光芒了，这样吗？啊，好吧，来，什么要我去干掉谁？你们真的疯了吧，别让我在这里干掉谁？要我干掉什么主播什么主播？我发现干你该干的人是你，真的是。来，小野蛮9.88万人啦，你喜欢上场人啦。来 ，Are you ready？ 有请猴哥，还有回回梅飞先跳来 ，Come on， 一，你先跳，我教你来。哇哦，耶，哟，抱着猫来 ，Sexy cat。找到爱，有鬼的睫毛，甜如蜜般的嘴角，我是一只性感小野猫。去哪了？快来！故意放慢的步调，是我发给你的暗号，想要听到你激动的心跳。飞飞来，留起来。深深的看着我，是我来对你说，你别想太多。我只是想热火，深深地看着我，别躲在阴暗角落，拿出你热情似火的我、哦哦、Sexy cat， 人人爱，不明白谁会是我要找的爱。 Sexy cat， 你就这样跳啊啊！你扭起来快点，蠕动起来，扭动起来，对，我只能这样。哇、wow、哦！扭起来，快点，来跟着老板一起，跟着老板的节奏一起。你这样，来，把它放上，对，来放下，放下花生，我教你来。呜呼，这样子，呜呼 ，S 型 ，S 型 S， 你扭扭 S， 不要扭成 X S， 呜呼，这样来。来，唐老师上线了，唐老师上线，头甩过来。今天没有学会这个动作，就一直扭下去啊，菲菲。哎呦，呜呼，来继续 ，Come on。人人爱，不明白，我会是我要找的爱。Sexy cat， 真真爱，手要动啊，这样。把自己甩出去、来让着你 You so sexy You really make me crazy 来跳跳跳 You know what Baby you know what You are like a sexy pushy cat You so sexy You really make me crazy You know what Baby you know what You are like a sexy pushy cat 我就放弃了菲菲，这跳舞这一行就别走了啊！筋骨清奇，我们都是。来来，那别走了，菲菲，那跳舞的还是适合吃播，你还是适合做吃播啊，好不好？适合做吃播，来，马上6万人，8万人，真是！我刚刚我一个人做的时候，我才做到7-8万人，都上不去了，就菲菲来才来上去，你知道不？说这不贾玲吗？这是2020，2020，2020。来，猴哥和菲菲，咱们今天关注一起点一点啊！我再绑2万。两万，绑2万，你再绑2万01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是啊，我没办法，怎么来的？这个动作怎么做出来的？你坐来，肥猴，你来坐来，预备，一点一点动，为什么我动起来像个虫一样？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，你为什么我动起来像个虫一样？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，你要。感觉这是一块墙，你看一块板子，来，你要做板子，你来，来板子，来，它是板子，你要整个来，头、胸、肚子，对，一直顶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知道了吗？你好会啊，知道了吗？来学，来，家人们来，等一下要肥肥练一下啊，来来，肥肥，你是这样，你做块板子，来，我是块板子，你远一点，你来拱它，预备，下，来板子，我来了，板子，1、2、3，一
1、2、3，对不对？哇，猴哥学会了，学会了，我学会了。那你来，你坐板子。拿我的是板子来，你去拱拱他，来，去拱他，快点，拱拱拱，来，预备。让我体会一下板子的快乐。这样，来，预备，起。我整个后背都麻了。不是，他整个人就贴到你了，他没有那种啊，没有那种啊那种啊，他是这样。要 wave， 他是这样。哎呀，你还知道 wave？ 快点，我没办法、啊、不要撞我，只要轻轻的碰到我就行了，别撞我。哎，可以了，哎，好了，好一点了，来继续继续继续，来来板子，菲菲，一二三，可以了可以了。王子好会教哦，学会了。唐老师太棒了，唐老师，来，我们三个一起来拱，来 come on， 来拱。没有板子就不会了，把前面那个剁板子，来，前面那个也在动。来呀、啊、，Hey boy， 来，你拨动他，预备起、啊， Come on， baby， 过来点 ，Come on， 完了，这个掉下来了，我的妈呀，真的，今天要 get 了一道新技能，你容易吗？学废了，已经学废了，学废了。等一下，一起关小黑屋，哇，太好了，开心了啊！关小黑屋了，下次我们要在台上跳啊！我下次一定要把他们两个教会，在台上这么跳啊！一起来拱，学习 K， 人人爱。不明白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。不明白，来，学会了吗？你也学会了啊？你们都学会了，你就前面搞一个墙，哇，对着墙壁。这么拱就行了。唐老师太棒了，唐老师。可以吧？舞蹈教学开始。So easy， so easy。老板再也不用担心我不会 wave 了。这个是贾玲吗？你跳，他们两个唱啊。我不，我想要他们两个跳，我唱。三条毛毛虫，谁在说三条毛毛虫？平哥。慧琴。肥肥学废了，来啊，我去找个板子去，找个板子去，你们啊，学会了啊，都学会了没有？学废了没有？告诉我啊，腰杆子有点硬啊，不出意外我应该是废了，30年都没这么动过，30年都没这样蠕动过。你看吧，你看猴哥，你学会以后突然间有女人味了，猴哥。哇。马上猴哥，你的春天就来了。猴哥，勇敢，我的朋友，冲！爷们儿要战斗！来，战斗了！哎呀，来吧，就是往墙上蹭。对了，你们就说对了，就是蹭。但是你的蹭的要一点点，你知道吧？ Wow. 我也不会教，我跟你们说。但是我就是学的比较快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凡尔赛，我的天！就学的比较快，被迫营业，来，哎，完蛋了，现在怎么办，猴哥？啊，又不知道怎么播了，来一首歌吧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一首歌，来，家人们，来一首，来一首《复发使者》啊！不唱，这明天去大舞台还得唱呢，明天大舞台还唱。来一首《水手》，水手，大舞台还得唱呢，明天大舞台还唱。来一首《水手》。水手，真的吗？水手，哎，水手，小黑不黑的水手，水手，送给大家。但老板歌名都打错了，没有啊？没。Come on， 来一起再唱。Come on， 来你们来唱。给他升了三个调了啊，好吧？升三个调。有 ，Come on， 一起来扭过来，过来。这首歌也扭吗？过来。现在你们俩是我的伴舞啊！好。好奇怪，没有头发。苦涩的沙吹动脸庞的感觉，生父亲的责骂，母亲的哭泣，永远难忘记。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，撅着裤脚光着脚阳踩在沙滩上，总是梦想海洋的尽头，牛的世界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，总是一副弱不禁风老中的样子，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，他说风
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一首随手好不好听啊？刚刚那三个只猫猫好可爱哟、哦、收三只猫猫的人好可爱哟、哦、Come on， 我们两个驻唱可不可以家人们啊？谢谢。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，都市的柏油路太硬猜不出足迹，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。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，在带着纤维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。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笑语，永远在内心最深处听见水手说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，泪不要问为什么。我们的默契怎么样家人们，来点给两位点点关注， Come on， 两百万加两位的关注啊！我刚刚想到一首歌爱吧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开心带来轻松的一个小小的直播间啊，然后明天再去大舞台直播啊，我们。